大家好，大家听到吗？能听得到吗？听到吗？在听到吗？喂，大家好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今天是4号，12月14号，星期天晚上9点，香港大陆时间9点钟 大家好，我叫李飞鑫，我是现在代表欧莱币公司 OneCoin。OneCoin 意思是一个币，那为什么叫 OneCoin 呢？就是独一无二的，只有一种，只有一个。也是最好那我们就继续看一下。哦，我首先想说一下，那个我们讲做差不多完的时候，我会把一些最新的新闻给大家分享一下，好不好？也希望大家都可以，听到我的回答。什么是 one 就是欧莱雅的公司，它就是一家欧洲公司。C 位是，对，大家可以看到这照片，稍微慢一点，上传稍微慢一点点。老板娘，哎，可能不太稳定，现在还在上传。不管怎么样，叫老板娘，她是保加利亚人，才34岁，她是个优秀的女性。她不光是2012年获得保加利亚的优秀女性企业家，她今年就刚。香港比差不多4季度前，12月4号在保加利亚又一次获得资啊来了啊，就是博士，岁，她是优秀的一个女性，她也是除了博士学位以外，也是在银行读了20年，那不是不是啊。有十几年的经验，有很大的
德国是什么样的现象，这样有一些他也证书什么什么等等，大家都可以。头等我丰富的经验，也写过几本书，再去分享。所以，不管你是加入我们公司，不管什么级别，你都可以得到一些教材，教你怎么去做。什么叫加密币？实际上，我不想多说了，大家都知道，比特币已经有56年的历史，开始的也是1毛钱，以后最高的时候也到1200美金，说实话，去年。听说过最近在中国才1200人民币好像，那这样的话也不到200美金，那现在也很多人亏了。那原因也是它为什么，一个原因也是一个币一个量一多，一多的话就是你想象，如果有一个人持有100个币的人，他就把它放弃的，那这个市场会乱了。第二，有四个交易所，但是没有重要性的，没有重要控制的四个交易所，伦敦、欧洲还有日本，但日本去年都关闭嘛，这就是稳定性的稳定的不太稳定。那欧莱力量因为是算重要控制的，算我们会员控制的，那也不会那么乱，对不对？不会那么亏。你说升值肯定是要升值，会不会到1200美金？可能。贵不会那么高，那算到100美金也好，如果从1毛钱开始到100美金也是1000多倍，够吗？对不对？好，继续来看。OK， 这个没什么事。好，独特之处。这都可以看到，我们都叫 WAN，WAN 就是 online。它在最新安全的技术已经算第三代，你现在安全性呢已经将要强了到第三代，就像那个欧莱币以前那个时候对不起那个比特币以前，很多人是被黑客，还是利用比特币啊做一些那个黑市的武器也好，毒品也好，没人去查，找不到，所以它的名称也不是那么好。我们的币因为全部可以调查出来哪里来的，而且开始的都是内部都是会员的，也不会发生点事儿。好，公有的是我们公有的，这样的意思就是说是我们会员公有的，也不一定是外边的。那有些人说，如果不对外，那怎么去流通呢？那开始的流通是在我们的内部就是内部的平台和流通的会员当中。将来算明年，明年年底，我会对外给外接。那外接，因为博士他是营养学家，我们是一家公司，已经有挂钩了，已经挂干系了，已经知道有一些商店呐、工厂呐、副公司、饭店里或银行也会把我们的币，就是把欧莱币回来接受。上个星期有我的一个朋友，这个律师，他问我。那对吧？我可不能用你的币，我要收你的币，我给服务收我的币。那这样的话是很多人会感兴趣，而且这样也会，比如说给公司做的发展很好，给欧莱币的发展做的很好。好，100%就是有会员开采，那就不一样，真的，币的币不一样。每一个人可。
是吧？每个人去挖，就是要用电脑，对不对？用电脑每个人去。那个 model 挖块，那你不参加一个块，你不参加一个池，挖池，那你没有办法去挖这地，那就说你没启用机会。那我们公司会代挖，我们是替会员去挖那个块，挖那个地，我不用去买那资源什么。你想，一枚币大概要25天的时间才可以开挖出来一个，而且资源的费用。差不多400多美金，才425美金。那如果今天不到200美金的话，交易不到200美金的话，不合算，没人去，不值，没人去挖。那不去挖的话，那个价钱也会不稳定，也会乱了。那肯定不会再升到1000多美元了，对不对？肯定会到100多美金，这样低还蛮难说。所以，如果等于是公司会员控制，作为控制人，不会发生任何问题的。交易所，那好，再讲，再叫每一个人可以来参加嘛，对不起。慢，那个新手，看他的，我跟你讲是，不管你是100块钱、500块钱的单，你推荐的单10%，比如你是100欧元的单，如果你推荐一个5000欧元的单，你拿的是500欧元，不管你低于几点。还有一个，如果在你内达到5500欧元的话，就是你可以介绍一个大单，一个小单，你所有的。职业奖金就乘二，这是加速、加快的奖金，奖金。这是第一种。第二呢，最风奖，最风奖是小区10%，没有资格，也不是说你右边要介绍多少个人，什么什么的都才有了，没有这个。但是有一个封顶啊，
工龄是怎么算，就是你看你本身的单乘七，那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你是500块钱的单，比如说500你再写一下乘七，那就是多少，那就是3500欧元一周。那如果是5000呢，5000乘七就35欧元一周，35欧元也差不多在25万人民币左右，也不少了啊，没有什么其他的资格怎么样了。第三大类，领导奖。领导奖你可以最高它可以达到，而且看好，如果你是100块钱的，你就什么都没有，没有这个资格。最近推荐不是1000的，你就拿个500就够了。所以刚才我为什么说明，主要是要注意那个500和5000。你只要您有一个500块钱的单，你再一个500块钱的单，你介绍左边一个500，右边一个500，你就有资格拿一代的10%。如果你持有1000块钱的单，你可以拿两代，一代两代。如果你是3000欧元的单，你有一代、二代、三代，你可以拿。那这儿注意，三代就够。如果你是5000欧元的，你是大单的那个，对，你就写个这个5000。你拿一个5000欧，你持有一个5000欧元的单。有一代、两代、三代、四代，为什么？你说，哎，大部分公司它可能给你18代、19代、20代，实际上这些人没什么大用。大部分的人在我们行业当中，世界上的计算统计啊，就是大概在2.7个人。就说推荐的2.7个人，也不太可能有推荐10个人、10几个人，可能有例外，对。但是如果是真正的领导，你会帮你一些下边的人，你这个推荐人下边的下线去做，给他介绍，让他去起货，对不对？那这样的话，算你有4代已经足够。那还有人会问，为什么相反，开始的小，以后才大？这个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。你想一想，这傻人越来越少。你主要是要照顾你的第一代，你下边的人就根本不照顾的人都死掉了，他不做，所以这是真的去管理我们大团队。那如果相反，这样你4代给25%，你想一想，哎，我很喜欢我。关注我的第4代人吗？为什么？我拿的多嘛，对不对？那5代呢？我是现在我不用管，这样的话就好像变成一个大家庭，然后像那个祖母啊、父亲啊、母亲啊、小孩啊、孙子女儿、孙女儿，就是4代在一起，好像大家庭。这一档其实应该比较好照顾，比较好关注人家，不会那么拥有就死掉了。好，这是启动奖，已经刚才说了，如果你头一个月内达到你的业绩达到5000。它有3%、20%，最丰奖10%、10%、10%、20%、25%，啊，这是公开。这个奖，积分奖金，然后像那个鼓励奖分啊，就说你知道，大概很多人在现在那个去旅游啊，上航班航空啊，
他给你写分嘛，然后那写可以兑换，对不对？兑换一个什么旅游啊，机票啊，什么什么的这样的。那我们也是有这么一个计划，我们叫 One Life 也是有，但是不同的是什么？如怎么的怎么达得度怎么达到呢？如果您比如说现在是9:21，你进今天加入了我当。会员多少？至少10，最多6500。这有一些些资格，怎么怎么拿，就是有一点点。但是就不管怎么样，反正你每天你都会拿一些那个分儿，那个奖金分儿啊，都可以拿，奖励分儿都可以免费的拿。将来你可以兑换，有什么什么表啊，什么都有了。好，级别奖。也是有，你只要头一次缴有7000块钱的业绩，你有什么的，四万还是什么的，最多是可以拿什么50多万欧元的黄金，50多万欧元的黄金，先不用想怎么样，先简单的拿一点iPhone 啊、电脑啊、车啊、表啊，拿一些表啊什么的，好不好？对不起，就是。他们也不是给你证明书，你仍然是可以去拿，去办银行去保管给你。但是，大部分人呢不会去买，不会去拿，他会做买卖或是溜着溜着呢。再就说2.5克，就是5000块钱的单，好吧？差不多静态，静态呀、啊、是当然我们公司内部啊有个平台，交易平台。就是会员可以先进的，8点的人不行，需要会员可以先进。那让我们那个平台是1.6毛了，那就是说我们在大概在最。这个平台激活了1个月就，
所分公司加送一倍，什么时候呢？在今年圣诞节左右 对不起，圣诞节左右，等于是就是说两个礼拜以后，大概会所谓拆分加倍。你手里有6万分，变成12万分，12万分里头。喜欢的，我来。多嘛？大一倍，24万来分。如果是除5，就多多少？48000。1000个。来定，加上东西或者店内那2.5块的好，举个例子，5倍，乘5倍的话，那你如果你是24个币啊，乘2.5块，已经多少？接近6、7万，6、7万欧元，你买来的才5000欧元，那这是不是十几倍呢？所以这个还是对投资者和理财比较感兴趣的，有一定的吸引力。和我们公司的思想，我们公司那个使命啊。最后一张这就是说我们的预付卡什么也该会送的了啊。这有一些人很喜欢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样的话，很多人可以，因为他是买万事达卡，万事达卡这样刷卡、签卡都可以，而且钱的来源不知道。就是可以有一些作弊的事也有，好，这个 PowerPoint 的 PPT 就到此为止了。现在我还想跟大家说几个理性的消息了。好，现在我可以隆重的告诉大家，香港的办事处已经是落地了，在哪里？Concord Plaza，我会给大家写一下。Unit one.
么？我一会儿一会儿，我想我。Road，停啥？打假站，看得到吗？应该是可以看得到。刚才写给大家，不知道大家知道还看不到？应该是可以。中国的地址是，健康的康，康宏广场，9楼。912房，在尖沙咀东，大概有1000平方，装修是已经装修好了，是要买一些椅子啊、电脑什么的。那就是从明天就说，原来跟大家说过是12月16号星期二才可以进，现在我是昨天已经进去了，去看了，已经开始安排一些东西。那就是明天也我知道有一些人。回来看一下办公室，有一个人从欧洲打电话给我，他说他要去看一下。我说欢迎，当然欢迎。我们的香港的一个领导 David Tam，谭先生，他是来过，昨天也是看到了我们的办公室，觉得真不错了。那特大也不是特大，但是要合适的。会员，其他的会员都是欢迎也可以来，如果。有些领导就说花，我带几个人到办公室来看参观公司了，欢迎，可以提前跟我说一声，看怎么安排都可以。但是平时都在这公司的，在这个办公室就可以有人，就是一件事。第二件事啊，我可能还要写，反正我一会儿就会写中文，李老师，9楼，912房，尖沙咀，尖沙咀，这个就可以，应该就可以了。路就是科学馆，一号，另外一件事，博士的。这些书刚才说的中文书的嘛，明天后天就开始可以发卖，现在，那这也是好消息，我觉得是给大家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啊，有一大的工具，可以利用这工具啊，去说服人家，去给大家看这个东西是真的不是假的，对不对？日的万令是1月20号。在香港隆重开会，第一次开挂的，开挂的第一个舶来币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所有的领导人只有两个资格，有一个资格就可以说，如果推动两个大单的话，到12月20号以前，那就是还有一个星期了。那怎么说？如果这个星期还有一个星期，你可以推动两个大单，就可有资格参加会议。免费入场的，住2晚，而且有年会，跟董事长、跟总裁一块吃饭。如果你就推动了4个单，这两个最后两个单不一定在12月20号下个星期的前，可以是在1月20号以前，就是看。
当天以前换过来也可以，到800欧元报销为止，不是更好吗？和你现在到欧洲大概六千港币，大概600欧元，你可以来回飞。那如果正好你那一天在英国，你回来的时候参加也是给报销了，不是更好了吗？另外，但是我想多说一句话，别忘了在12月25号左右它会加倍，会分拆，所以分拆加倍。这样的话你只有一个多星期买一个大单，跟朋友说买一个大单6万份就可以变成12万份啊，大家这样别忘了啊。另外一个消息，公司的总裁李介伦 Nigel Allen 他也回到香港来，下个星期我们会在这儿有些计划，也计划什么，也是会去大陆一趟，大陆我们配合一些市场的需求，那就这样是个很好的消息。而且上个星期一个多礼拜前，我们世界001去了一趟大陆，待了3-4天，回香港又回去了。那里看的人现在很观众很注意到中国市场，每个世界零零来刘亚博士我都是集中在亚洲的市场，中国的市场，所以我们这样是大家可以相信我们是诚心的给大家服务，想跟当家合作。那这样的话我想到此为止，欢迎大家从明天开始到办公室见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